2019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专辑内地，薛之谦《怪咖》，恭喜。哎，等一下，奖杯都还没有拿，不要着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今天呢，跟我的造型师说，帮我准备一件可能会拿奖的衣服。结果他给我准备的这件呢，看上去很像颁奖的衣服。我现在像不像一个礼仪小姐？你给蔡依林小姐颁个奖好了，我们假装一下，好吧？假装一下，我们互换一下，要不然？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。然后，怪咖这张专辑真的是我非常用心做的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我还会继续努力好好的做专辑，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听就好了。万分感谢，谢谢。两位怪自备的，请留步一下。合作呢？我觉得，蔡依林老师，你最近在收歌吗？可以耶，哎，我们觉得可以合作一下。你喜欢跳舞吗？我也蛮喜欢跳舞的，但是肯定跳不过你。你喜欢悲伤的情歌吗？都喜欢，都喜欢哈。那我们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下次好好合作一下。好，就是第一段是悲伤，后面是舞曲，这样。就是一开始很难过，然后突然站起来就跳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哇，吓死人啊！不是，这个太适合芊芊了啊！你们也是精分的，你们也是硬要聊是吧？对对对。现在拖时间吗？现在怎样？没有，超时啊，超时啊！那我们快点下去吧。可是你们怪咖，我们要多给你们2分钟。谢谢怪美的 Jolin， 谢谢怪咖薛之谦，谢谢。谢谢。